我的學校很神奇，因為嘟嘟嘟。亨利，請你今天帶新同學參觀一下學校好嗎？好吧，但學校真的沒有什麼好看的。也許你想喂一喂我們班的寵物？這裡是音樂教室，音樂老師很棒。這裡是美術教室，你喜歡畫畫嗎？歡迎來到數學園地，如果你不懂方程式也沒關係，沒有人懂。這邊就是自然教室，我們正在進行一個秘密實驗，差不多要完成了。大廳在休息時間會變得有點濕，我們走這裡真的沒有什麼好看的。哇，這裡好多東西啊。什麼來的？這裡樹屋咯，但這些又比較危險喔。那我們怎麼可以爬到上去的呢？我想問。爬上去咯。這裡我知道啊，我夠夠知道這裡有得爬的了，但我想問是怎麼下來這裡的？一跌落嚟就死啦喎！這裡是體育館，我們的體育老師是冠軍，唔係奧運冠軍，話佢都幾勁下喎，其實。但是我們的游泳教練有點奇怪。呢、这個是水怪嚟噶，乜乜得啊！只有只狗喺呢度游水啊！你餓了嗎？自助餐廳的食物還不錯，但有時馬鈴薯。泥會出形狀，這像你看到的我們的圖書館超大，有時候小朋友會在這裡迷路。這是休息室，沒有人知道裡面是什麼情況。哈，你要去哪裡？哪裡是警室？這就是為什麼他知道每一件事的原因。變發出任何聲音。接著我們來到校長辦公室，他現在好像很忙。哇，他什麼都可以飛起啊，好厲害啊。但啲頭髮點解飛曬出嚟嘅？我們
正趕上放學時間了，不要忘了家庭作業，你要和我們一起公車嗎？不用，我媽媽來接我了。結束。其實咧，這個女仔都是鬼嚟嘅喎。呢個故事講咩咧？呢個故事就講緊佢呢間學校係有啲奇怪啦，唔知道做咩咁奇怪啦。嗱，講咩係有咩好奇怪啦？呢、這個音樂老師咧就唱歌太大聲，連人都耳聾啦。嗯。這位老師呢，他的眼原本是這樣的，但是他的眼是這樣的，他正常啦，這個是，哇，這個什麼來的，白酒魚，哇，這裡有一點迷路喔，這裡有這麼多東西，哇，他都記得下，但是有點奇怪喎，點解佢係攞到一二三四五，攞到五個獎牌？呢個水怪嚟㗎啦！哇！飄飄飄飄！哇！呢度圖書館都超大，但係好容易迷路，都講得啱。哇！佢哋掛住食糖唔做嘢。好危險，冇睇到。佢知道曬所有嘢，哇！個龍啊，咩嚟？龍嚟噶 ，dragon。有個白酒魚嘅，點解佢哋要去咁遠嘅地方先要去到校長室嘅？佢哋喺度做緊嘢。跟住佢哋要做功課，佢哋唔使，跟住最後再睇之後，原來佢係外星人嚟嘅，所以完咗啦，拜拜。